わないといけないんですね。アーティファクト。エイズ怎么那么难？是不是我太烂？没道理呀、啊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我觉得我们心态不能崩。我这个人一直以来最稳的就是心态，我们心态绝对不能崩。心态崩了，一切都没有了，不可以，心态不能崩。扛得住，这里就是什么机会，他给我的机会。然后等一下，我开尔贝洛斯压一个，然后被踢击手踢死。我已经看到未来了，各位。Generator 9 稳了啦，没有每一场都那么衰的啦。我靠，他这个也是很流哎、欸，很流，他这个很流。没关系，问题不大。王牧之还可以爆人进化，稳的，各位。哎、欸，其实他爆能量很强哎，他爆能量其实超级强的。这张卡片，牛逼牛逼的。嗯，他这个确定要先压一个，压一张这个才压这个吗？他这样感觉会抽到神秘创造物，他一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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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抽到神秘创造物了吧？哈哈，傻屌！哼。踢击手要来了吗？各位，你没有听到踢踏舞的声音吗？没有啊，那个自然死不会下啊。Oh my god！我的剑狙等一下就可以弄他了。扫堂腿没有错，换个冷气好了。他怎么那么多智障？不，铁杖机械式。哎呀，我这个锁牌其实有点难打哎，没什么东西可以打哎。这黑帝斯也不能用啊，剑戟应该也没有必要现在丢，留着。黑帝斯现在下很蠢哎、欸，
他如果这里踢，我就打哥布林列阵啊，问题不大。反正他黑要下来的时候，我再削就好了。如果真的要打到这么后面的话，感觉这把是稳的啦。大家觉得呢？那这样子我又不能打哥布林的。今天看得到吗？今天看不到，因为上 A 之前我就要出门了。Holy shit！哥布林死完不能开冥府啊，23再死4只才27耶，再加这个才28耶，还不行。没下那张顶也不行啊，23加4等于27，27加1等于28，还是不行，除非你要再多送一只，多送两只。他不可能再还有一张歌声吧？太强了吧，兄弟！这把难打呀！是不是要我们是不是要打疲劳啦？这边应该要黑帝斯了，差不多了。拉进去是七费的，哎，这个羁绊共振531吗？四二一会拉什么？看一下，四，我靠，四拉的东西都不差，二拉的东西也不到很差，一拉的东西就算了。他会拉哥布林出来啦，怎么可能拉狗狗？好，先这样。我觉得很稳啊，大家觉得呢？
这个如果法夫纳达去又要吃五木，有点麻烦。我塞进去的那个 lag 东西是卡多少？我看一下。是加六木而已。问题不大。我顺势本来想说可以拉天明巨海，可是现在里面也没东西了。这里这样教这个进化是真的是对的吗？我现在只要本体来一张。敢还有破坏格神，找到不要压这个进化，出大事喽！问题不大。他这个也不会解我啊，你们知道吗？所以我下一turn他也不太会死。二五凶暴姐这张，干，可是这个凶暴要吃四木，反正这个先敲头。他手上就只有一张玄师傀儡嘛，他这样解掉一只，他一定要解啊，他这个可能不解吧，可能会拿到一个盾。扛得住吗？过了。
我这边其实可以下黑帝斯欸，因为他不能不解嘛，他只要有一只不解，我等一下邪魂一散就斩他了。这个加噩木嘛，他只要解掉他就会死。啊，他解不掉我邪魂一散，除非他解了，他不解这只，他解这两只，我邪魂一散他也会死。太痛苦了吧，这把他唱了两次歌欸，他唱了两次歌再加什么挖沟。我只剩哪一张牌没有用到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剩最后一张是这个蛮山的活尸，剩下他了对吗？这张还没出来吗？其他都出来了。